Hello 各位好啊，咁今次咧就想教大家咧点样整一个高画质嘅 GBA， 同埋教埋大家咧喺玩呢个 Pokemon 改版汉化版嘅时候遇到嘅一个问题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下载咗呢个 GBA， 下载高画质教学先。咁我就会将条 link 咧放喺下面简介度嘅。咁你下载完之后咧，咁啊将佢解下缩至此啦。咁就会有一个 GBA 下载高画质教学嘅。咁你会见到四个 file 嘅，四个 file 第一个系 VBA172 啦，另外第二三四个咧都系关于一个改版嘅 Pokemon 嘅一啲事嘅。咁呢两个应该系一个简介图嚟嘅，佢就送埋啦。其实我求其拣嘅啫。然后我哋睇翻 VBA172 先啦，咁你就会见到呢一大堆嘢啦。咁啊呢啲应该都系一啲设定嘅问题。咁呢个 VBACHT 咧，咁就系属于汉化一个模拟器中文化嘅一样嘢啦。咁首先我哋揿入去啦，咁你会发现呢就唔系中文化嘅，咁就系英文嘅。咁对于一啲英文差，好似我呢啲咁嘅英文差嘅人嚟讲呢，系极之头痛嘅。咁唔紧要嘅，咁有中文嘅。咁首先我哋拉落去呢个 L 字头嘅 language 先啦，然后就揿呢个 system， 係啦。然后呢，咁你就会见到一大堆中文啦，语言系统。咁揿呢个系统嘅意思呢，就会根据返你个电脑，即係呢个电脑嘅系统系咩啦。咁佢 check 埋有呢个 CHT 呢个繁体中文，咁佢就会变做繁体中文㗎啦。咁我哋而家可以首先测试咗呢个 GBA， 睇下得唔得先啦。咁你拉过去，咁你就会见到啦。开启影像档啊，出错啊，呢个 version 4.5 GBA 嘅时候，咁点解会出错呢？咁就系其实都几麻烦嘅。咁你如果见到咧个 file 尾有好多简体字咧，咁就要全部删除咗佢啦。咁就改做变咗 GBA version 4.5， 咁应该就可以噶啦。冇错，咁你就会变咗可以见到呢一只改版噶啦，系啦。好，咁你就会见到咧。呢、这个画质呢系极之差啦，哇大佬点睇啊，啲字又有啲格仔，有啲格啦，另外呢啲锯又喺度啦，系极之辛苦嘅睇得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呢。咁我而家就会教大家整一个画质嘅问题嘅。咁首先呢，我哋要揿一揿呢个选项先啦。揿完呢个选项之后，我哋逐个睇下。咁画面散略呢嗰个呢就系、是、代表速度问题啊，咁如果教零咧就会教最高速，咁九系咩呢？九咧就会系劲慢噶啦，冇错，你就会见到咧系非常之慢嘅，所以咧呢度一定要教零嘅。咁你见到咧系即刻顺畅好多噶啦。好，咁我哋可以揿翻入去先，因为太嘈啦。然后影像咧，影像方面咧呢、这个演绎模式咧就系、是、呢个画质嘅问题啦。咁下面啲尺寸咧，咁就会改变大细啦，呢啲都系好普通嘅嘢嚟嘅啫。咁最紧要都系呢个咩画面演绎。咁而家开始咧，咁大家咧要睇得清楚啲啦。咁如果想睇得更清楚咧，记住要暂一暂停系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第一句揿呢个 3D 啦，系啦。咁你见到好似冇咩分别，咁啊唔紧要，我哋再揿其他就会开始出现问题，出现啲高画质嘅情况出现啦。咁首先就再揿呢个影像记忆体，好都系冇咩分别嘅。然后再按这个双线型 DVD 双线型啊，你就会见到这里开始蒙了。咁但是呢蒙的蒙虽然蒙，但是字呢都是没了，这个锯齿是算是都 OK 的。咁我哋再按这个双线型啊，都是没分别的。再按这个四线型，好啦，都是没分别，依旧是很蒙啊。咁但是还有另一些东西要 set 的，好，我哋慢慢来先啊。然后嚟到呢个模拟器啊，模拟器呢度都唔需要话太多嘢 set 嘅，咁就睇下你要唔要呢个实时时钟啦。咁如果玩 Pokemon 嘅，有啲绿宝石啊，绿宝石咧就有个洞穴系水退同埋水涨嗰个洞穴咧，就需要呢个实时时钟啦。咁就系如果你朝早去嗰个洞穴咧，就会水退啦，应该。咁如果夜晚应该水涨，我唔记得系咪啊？总之呢个实时时钟咧就系 for。这个的效用的。好，那这一度都是不用 set 啦。这个存档类型呢最好就搞128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因为呢有些呢可能会即打爆了天王之后呢会没了个 save， 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的。同埋我亦都呢提一提大家呢，在打天王之前呢最好手动 save 一次先。手动 save 的意思是解这一度储存的意思啊，那你求其 save 一个啦，那就算啦。爆个机冇咗 save， 你亦都可以有个
有个备份喺度嘛，亦都可以上网睇下点样解决嘅。我咁讲，讲完呢个模拟器咁音效呢啲都系好普通啦，都可以唔使教嘅其实。咁音量调整咧，咁你如果想细声啲嘅，想听歌嘅，咁你可以教一半音量啦。咁 Game Boy 呢度咧就教自动啦，咁佢唔会帮你自动 set 翻做最好嘅选择嘅。咁你又真实色彩都唔使啊，优先权我哋教最高啦。然后滤镜呢度要教啦，滤镜呢度要教高画质放大两倍，咁你就会见到啲字咧系极之清楚啦，同埋咧系比起一开头咧好咗好多嘅。咁之后呢度咧就冇嘢教噶啦。咁你如果揿错咧，跟低画质咧都冇咩问题嘅，虽然咁但系都系揿翻高画质好啲啊。咁游戏手把咧就系呢个键盘上嘅一啲设定嘅，咁就系上下左右啦，好简单啊。二 set X A S 咁就系 A B L R 啦，对应 A B 嘅意思就系 G B A 上面嘅掣 A B 掣啦。咁选择开始速度啊，呢啲都系好简单，咁但大家可以照翻自己喜好咧嚟 set 翻自己中意嘅键嘅设定嘅，冇错。咁暂时就应该都冇咩啦。咁呢个自动连射你亦都可以用嘅，自动连射有咩用呢？咁就系揿咗呢个 A 键。呢、这个自动连射 A 嘅时候咧，佢就会不断帮你系咁揿 A 嘅。嗱，揿一次俾大家睇啦。咁佢就会系咁自动帮你揿 A 啦。咁你如果教咗呢个自动连射之后再揿空白键，咁就会变咗加速，咁就可以系咁揿嘅，唔需要自己揿，咁就会非常方便啦。喺一啲飞嘅时候，好啦，好啦，停啊，同我停，停啦 ，OK， 停一停佢先，冇错。因为唔系打机今次，咁啊教大家整呢个高画质啦。咁暂时教学去住呢度先啦。咁希望咧下次有呢啲教学片，亦都可以教翻俾大家啊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唔明咧，亦都可以下面留言嘅。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